今天有什么口号吗？什么口号？就是我们等下可以一起玩。是不是有什么翻转 ？AT 翻完。
翻碗世界，对，那就是翻碗世界啦。是是，大家不要讲错啦。好，我先提醒你自己吧。OK， 好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林凯 ，Let's go。我们在最里面吗？还是那边会看不到？你们也很热的，帮你们晒一下风。还行还行。对，大家真的是很开心，很嗨，很嗨，嗨起来。还是那个汗要流下来，很嗨，让你们喘气一下。是 OK 的 ，OK 的 ，OK。那我们也正式来跟现场粉丝朋友还有楼上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？好 ，Hello 大家好，我们是 Yuna， 我是有霞，我是舒威，我是雨婷，我是陈佑。朋友是粉丝杀手哎，有吗？什么东西？听说你是粉丝杀手哎，朋友呢？粉丝们在哪里？就叫声。那我就应该大家都是了，有声的粉丝们给我最大声的，谢谢。我说粉丝们超大声的，其实大家都是粉丝杀手，真的是看到现场的真的是很热情。那你们最近有什么通告节目会露出，或者是？就是有什么演出吗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8月10号台中圆满剧场会举办我们的 Welcome to the A Town 2.0 七戏限定场，没错。然后呢，这个票呢，
好像就是目前是已经售完 ，OK， 所剩不多了，所以没有买票的朋友一定要怎么样？赶快去买票哦！没错，对，啊，看来大家都买到了，对吧？对，应该是，好像蛮多人在摇头，很优秀，很优秀，大家都买到了。没有摇头的朋友，没有买到的朋友。我们赶快把握最后机会了。对啊，真的满的话，其实那公园外围是这样唱到的吗？这是一个小配播吗？这个我还没讲完，所以我不算有。没有，是不小心经过的话，对，不小心经过的话，不小心听到，停下脚步看一下的。经过，然后哎，好好听的哦，哎，是用的，然后就停下来听一下，这样子。对，希望大家还是有买票。对，没错。而且这个日期很棒，8月10号刚好是七夕当天，对，我们特地安排的。对。那你们这么忙，有机会出国吗？看到我们现场这么多梦幻缤纷设计、简约造型的行李箱，超帅气。真的，好想出国，可以出国了吗？经纪人。可以出国了吗？可以出国了吗？好，那出国我们一定就是拉这个，我应该会选蓝色的那一个。蓝色。对，你要抢我。哦，你是蓝色吗？对，我是蓝，看我的耳机都是蓝。还是你想跟我情侣一下？它其实有两种蓝色。对，它其实你们可以挑选一个深的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颜色也超级好看，我要来推荐一下。哇！哎，这个颜色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个我可以，这个我可以。那你要选这个是吗？啊，我选这个。那我跟你一样，感情超好。我跟你们说，旭威就是自从上次消失了一次之后，回来就有点怪怪，他就不太一样。怎么说？大家以后就知道为什么。对，这一款呢，它是冷灰色的，对，其实跟我们那种元素蓝的一个颜色，应该都是深受男生喜欢。没错，对。那你们有用过胖胖香？我的不是，但是我之前就有听说，就是胖胖香好像装的东西比较大，对，因为它比较有弹性的样子。因为我觉得胖胖香很棒，就是你们出国会买鞋子吗？不会，会不会？啊，对不起，会吗？啊，会会。会买公仔吗？会买公仔。很多人在收集公仔，这个胖胖香呢，它是1:9的比例，所以呢，调下来之后就可以放很深，对，很棒，对。然后它是1:9，而且呢，它也是上掀式，所以如果去住那个饭店空间比较小的话呢，它就可以因应各种环境、各种空间，对，很赞，很方便。而且重点是，你们拖这个行李箱出门超帅气，要不要右上来拿下？你们那种帅气的感觉，直接时尚无畏熊。在时尚，跟你的衣服也很搭。那你现在可以再来翻转事情这样子，没办法。刚刚体力用完，他需要回顾一下体力。对对，其实我觉得那两个鲜艳的颜色也蛮好看的。对啊，就是一个算是杏红色，然后一个是冻抹茶色，就是那个有点橘的杏红色。对，我很喜欢，很亮。对，后面是不是看不到？后面的朋友看得到吗？对不起，我还没有力气把它举起来。后面的听众，小心不要闪到腰。对，这是杏红色。刚刚在笑很大声。是谁？是谁？只笑这么大声？是谁？等一下换你举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的行李箱真的是设计的又非常的简约时尚。希望大家出国玩一定要拿什么品牌的行李箱？American Tourist， 对，太棒了。哎，我觉得不够整齐，大家再一次好不好？他们刚刚有说可以中文吗？对，我们来改成中文，好不好？美国旅行社有没有更简单？ Okay, 有吧？这个要很大声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出国玩一定要拿什么品牌的行李箱呢？美国旅行社。哦，太棒，换成中文好很多。好像是。一个亲笔签名的行李箱也要送出，对不对？哇，不是今天送的。对，这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活动，大家要仔细听好。只要到我们 AET 官方 Facebook 指定贴文下面留言 tag 两个好友的话，我们在6月26号的时间会公布得奖者。对，我们活动到6月23，所以在6月23之前呢，赶快去 tag 好友留言，那有可能你就是6月26号中奖的那位幸运好朋友哦。好，
那最后最后呢，这边我们 Unis 要来跟现场的好朋友们互动一下。我们要来，今天有准备 encore 歌曲吗？有吗？还是我们？还是说你们有想听什么歌曲吗？可是我们清唱四个人，好，那我们热烈掌声是不是要来一下呢？林凯那边有音档吗？林凯有音档吗？有办法叫他找到这个感觉好吧。我是觉得有音乐会比较有气氛，有 vibe 一点，对，我们才会有 vibe。对，如果你有音乐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下。直接下。好，那来个音乐吧，音乐请下。所以各位现场用音乐都下。谁脱谁的 ？You need it。想做再多秘密，想说，想对你的心藏不住这份悸动。想多年以后，降落在我的星球，怎么就让我就掉落在我心上？那颗石头让我深深的黑子般的黏在你的周围，想跟你多亲嘴，才故意跟你作对。是别管太多，就让我先开口，能不能让我牵着你到一颗新的枝头？我还错过什么？只要你回来拥我，还是我在爱我手，到最后回头。现实太重的话，有我帮你搬。床上太挤，我也可以躺地板。我想遇见你就当我三生有幸。我想终止两个人的这次三生有幸。我想你了，是否太亲密？我想说的话太多，给我一点时间 think about it。我想过，别来这边参加我们的一日店长活动，然后这个行李箱真的很好拉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起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如果想出国的人都可以带着这些出国，对，又轻便又坚固，对，又坚固，对，刚刚时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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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，好，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见面会在这边告一段落，大家请说 Unis 我爱你，好不好？哇，我们也爱你们。对，除此之外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口号是什么 ？AK 翻完世界，再次欢迎 AK。
下雨的亲笔签名行李箱之外，我们还有在加码另外一个亲笔签名的行李箱，所以呢，一定要赶快来到我们的颠倒屋，赶快来到我们的颠倒车厢拍照，一同参与我们 AT 翻玩世界的活动，拍照。